第一个 Go。好攰啊！隻手，即刻手，太誇張，一撞已經甩隻手，大家都操到隻手冇曬力。好，切到手。你成日話自己握力唔夠咧，其實頭先嗰個好針對呢個樣嘢嘅點。第二個 Go。好，攬炒咗一個腳一個手。嗱，今日天要記得喎、你如果咧就咁把刀咁樣擺咗埋停咗咧，其實真刀嚟講冇乜殺傷力嘅啫嚇。你一係就斬過佢，一係咧就有推或者拖，你就貼咗埋去停咗咧冇作用嘅。好，第三個 Go。好，打中你手。第四局 Go。 啊，撩音啊，留低啊 ，Anderson。你又打中佢啦。第五个 Go， 撩音叫剃刀。撩手车。音湿。梗要音湿啦，黐啦黐啦黐啦，哎呀走唔走啦。走甩咗继续。Anderson 犀利，咁都唔死俾人捉咗都。哎死啦 ,OK,August 好嘢啊。捉到已经好嘢啦，捉到之后佢走甩咗，你仲打得到，再仲好嘢。第六个 Go， 系打中手，几好。第七个 Go。挡到。黐住，系好。阿天留意一样嘢，你咧摆嘅支架式咧，一定要可以即时做到某一种反应嘅。你唔可以摆一个佢冇办法即时做到某一种反应嘅架式。嗱，举个例，咩叫某一种反应？就系话，如果你谂住系即时挡刺嘅，你就要摆一个可以即时发出施防嘅架式。如果你谂住系用追击人哋只手嘅，你一定要摆一个你一喐就已经可以打落去。你頭先咧一路以嚟咧都擺一個咧好模棱兩可嘅格式，跟住咧你攻擊嘅時候咧就要調一調把刀先攻擊到，你防守嘅時候又要調一調把刀先防守到，咁係好大鑊嘅事嚟噶嚇。記住呢一樣嘢，因為 August 咧佢點解出刀快過你咧，就係、其實佢一開波擺嗰個位咧，佢可能做某啲動作唔係最擅長嘅嗰個格式，但係佢知道嗰個格式咧有一個動作做得好擅長，而佢識得用嗰個動作，冚就打出嚟，冚咁就打出嚟咧，佢快你好多噶，變咗係。好，繼續啊！第八個 Go， 所以你要揀定你而家擺嘅格式最快嗰樣嘢係乜嘢，你要知道。好得，成功啊！天留低，你係甩嘢啊個頭盔。好，啲磁石係會甩嘅，係好。第九个 Go， 好，几好，阿天爷。
有改善啊，即系识得划啊，将个刀唔好就咁摆喺度啊。第十个 go。你摆嘅每一个姿势，你都要谂清楚佢最快嗰个动作系咩？系咪你想用嗰样嘢？避开咗，好惨啊 ！August 中了少少系嘛？系刺中咗，即系揽炒嚟嘅。十一个 go， 避咗，好吉到手踭。十二个 go， 系阿 Anderson 赢。十三个 go， 阿天要将人哋啲嘢拨开，离开自己嘅身体啊，唔好。就咁直衝啊！就咁直衝，你自己懟咗埋去。好 ，August 贏十四個 go。打咗佢落地 ，August 贏。嗱，咁 August 解釋一下先，你頭先出咗個單身。你挨咗向前，那个效果仲会好大幅地增加你攻击佢嚟噶。佢瞄你手肥，哎赢啊 ！August 几乎捉到支杆添啊！头先喺冲嘅过程入边，十六个 go。咁啊，天都系，如果你用单手招，记得上半身要挨向前啊。如果你用啦吓，唔知道你用唔用？系好嗱，如果讲杀伤力咧，就 August 赢嘅，其实，因为佢摆喺度啊，呢下又系好十七个 go。系啦，啱啦，要补一下嘅，掂到冇用噶啲嘢，唔系 light saber 嚟噶，十八个 go， 唔好习惯掂到就已经打完啦，你一系就斩穿佢，嗰下已经系
阿 August 留低，佢成个头爆咗啦，你系吉到少少，十九个 go。好，打我只手，二十个 go。系，天留低，廿一个 go。快打中，好嘢，做得好，好靓啊！头先嗰下，廿二个 go。系捉到你支嘢啦，挡得好好第一下吓，挡唔到嗰下就捉唔到后面噶啦。廿三个 go， 避咗，系阿天，唔系你跑嘅 ，Focus 嘅。阿天摆喺你个肚度嗰刀系摆咗埋去之后，佢头已经俾你开咗啦，所以佢其实后边抽刀嘅动作唔会发生嘅。廿四个 go， 好。廿五个 go， 好打中。阿天咧，你要记住一样嘢，当你向紧前冲嘅时候嘅挥斩咧系冇咗拖角力噶，咁冇咗拖角力嘅嘢咧，打中对手嘅时候咧，人哋会好似咧练咗神打一样咧，嗰啲人神打试刀咁啊，向住自己剁落去嘅。开唔到噶嘢，即系点解啲神打会觉得好似个请神上身嗰只开唔到咧？其实就因为冇拖过力噶。你冲紧向前嘅时候，咁样放落去啲刀咧，系连衫都开唔到噶，就咁摆喺度嘅就会系啦。你一定要有一个推或者拉，又或者你斩落去嗰下系一嘢断晒佢嘅，系啦。你就咁嗰啲放落去嗰啲完全冇用噶吓。你系咪唔知呢样嘢？我见你好中意用呢种攻击方法。哦，好，得廿六个 go。仲啊，冇乜杀伤力噶，廿七个 go， 系打中，好，廿八个 go。挡到。哎呀，挂住玩病你，双头棍咯，廿九个 go， 挂住玩病你试下先要，挡到冇事，我中咗啦，好得。好，三十个 go， 哇，嘣！好，单手，好，三十一个 go， 好，阿天成功咗。三十二个 go，
好，打中。阿天，记住，你如果水平斩嗰阵时咧，唔可以拍住咁过嘅，一定要系你个印根咧，由头到尾都要啱嘅。你头先做水平斩嗰阵时咧，系求其领嘅，33个 go。挡到，挡到。好，犀利咗 ，Anderson， 34个 go。好，35个 go。挡住，好，到 Anderson， 36个 go。挡住入，好成功。August Moore 啦，37个 go。挡到嘅，爆头，系啦。38个 go。哎呀，好嘢，同外线勾入嚟嘅次，39个 go， 系好。你呢啲咧摆咗埋去之后咧，你要过，你记得唔好摆咗埋去停啊！点解中意摆埋去停嘅？我发觉你。你伸长一只手，即系你咁样咧，我讲咧，你成日咧，只手都好长。好啦，你知唔知啊？你系咪唔知我？系咯，但系你成日都系咁啊，即系伸。咁样喎？点解咧？施斩法，好41个 go， 伸长只手做唔到噶，你伸长只手最多系刺嘅啫。挡到，
接到手，好嘢。其实你可以握上打下嘅，打下嗰下单手招，但系就要瞓咯。42个 go。好，做得好 August，Anderson 都犀利咗噶啦，可以挨到咁多下，43个 go， 系，阿 August 啊，佢嗰种冇效果噶，啱啱先讲完，你除咗刺冇计噶，其实你冲紧嘅时候，一系你就用腰甩嘅斩法，但你头先系摆嘅斩法冇用嘅，44个 go， 即系话冲紧嘅时候冇寸劲刺斩噶，寸劲斩喺冲紧嘅时候 cancel 咗噶。刚刚避到，争啲啄到手，挣扎跌咗落街啊！好 ，Anderson 爷，佢冲佢自己冲过龙，飞咗出街外面，45个 go。冇事，挡土，挡住，好入到入到，阿天爷，阿天接到只前锋手，46个 go。挡到，打中啦，好，47个 go， 冇事，走甩咗，冇俾人捉到，好犀利，继续。劲抽哦 ，Anderson！ 我发觉 Anderson 缩起支嘢嘅目的咧，就系少啲位俾人捉到。好，继续 ，OK。你为咗少啲位俾人捉到，缩起咗前面。你中咗啊？掟中咗，掟中咗。打中咗系嘛 ？OK OK， 好48个 go， 跨甩咗个护，跨到护手嗰下扯甩咗啊！挡到嘅。
OK， 試嘢。49個 go。好 ，OK， 試嘢，好嘢 ，last round 啦，衝得好好啊，頭先嗰下，好 ，last round go， 好，突吉到個頭今次，阿天有冇中啊？隻手都中咗，一個頭一個手 ，OK。